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。今天跟着老师画一画，要来学画花。首先，我们从花中间的圆开始，然后向外延伸做花瓣。后往下一个茎之后，叶子给它叶脉，然后换上红色，给它一点花蕊的线条，这样花就完成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小朋友，花还可以怎么画呢？还可以怎么设计呢？发挥你的创意吧！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